Oh,
欣赏完了各个国家不一样的这个舞蹈演出之后呢，接着下来我们在这边呢要跟大家呢放送一个好消息，不错的活动哟。那就是呢，我们这一次为了搭配我们的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，有一个非常棒的推广活动。刚才大家欣赏到了菲律宾的这个民俗舞蹈，所以呢，告诉大家。 10月12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钟，有一个非舞不可的竹竿舞。如果呢，现场的朋友你有兴趣要报名的话呢，请到我们下面的官方网站，就是文化局的官网来报名。那另外呢。